你上次都还好，你这回是真的严重。这一次袭击事发突然，最坏的可能性就是以后再也站不起来。你知道了是不是？你胡说什么呢？我答应过你们的，一定会实现。以后我会亲自指点你们的太极。你们给我站住！魏楚学长刚答应指点我们功夫，就被人伤成这样。他们听说魏楚被打伤，都纷纷想退戏。就我们三个，会不会有点？ 我想转系，转到太极系。你要转系？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。你才刚刚真正融入了书画系，我不相信你会平白无故的想转系。这就是我自己的决定。自从你受伤以后。 太极系的每个人情绪都很低落，甚至有些人想转系。我也想为太极系做点什么。更何况，你教我练太极，不就是为了在关键时刻我能挺身而出吗？你真的喜欢太极吗？ 我喜欢太极，不光是因为爷爷。我喜欢太极系的每个人。我希望和大家一起守住太极系，希望我的转系申请也可以通过。 睡觉皱着眉头干嘛？这样好看多了。 这么晚了，算了。喂，陈医生，对不起啊，这么晚了还打扰你。啊，不碍事儿的，正好我也还没睡。啊，我是想问一下。 魏楚的事儿，魏楚，他又怎么了？啊，没有没有。他最近状态不是很好，我想问一下，他除了静养以外，还能有什么办法尽快能帮他恢复啊？尽快恢复，断骨亦需。
得先治好他的经络之伤。那怎么才能治好他的经络之伤呢？我之前在一本医书上面看到过。嗯。它上面记载了一些疏通经络之法。叫做子午流注开穴法。子午流注开穴法。没错。这个子午流注开穴法是将一天24个小时分为12个时辰，对应人体的12地支，与人体12脏腑的气血运行及5腧穴的开合进行结合，从而达到1日12时辰之中人体气血首尾相衔的循环流注的效果。这样能医好他吗？我在医书上看到过类似的先例，我想魏楚的伤势或许可以治好，可是我不确定。而且这个子午流注开穴法似乎早已失传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陈医生。陈医生再见。再见。怎么还不开门啊？陈医生说这本书只有我们学校才可能有。你的腿伤入骨，积极难消，逢阴逢雨必然疼痛不止，从今往后还要多加注意。什么事了？魏楚，你怎么？慢点，怎么回事啊？啊！我听陈医生说了，我接到这本书，他说这本书上就能治好你。没用的，早在第一次我受伤的时候就试过，一点效果都没有。怎么可能呢？肯定有什么辣的没看到，我再回去好好看一看，这个肯定能有治好你的办法，你相信我啊。不用了，出去吧。我先去开门。你是？你是风飘飘。
你怎么知道我是谁？我叫魏敏，是魏楚的奶奶。奶奶，奶奶好，里边请。奶奶，我去泡个茶。我陪你去。好啊。这个是这个是魏楚他睡眠不好，我就给他红茶加点柑橘花，再加点蜂蜜。奶奶，你喝什么呀？我也喝红茶。好。魏楚让你费心了。没事，这是我应该的。你说你应该的？奶奶，您来了。奶奶喝茶。给。那么善良懂事的飘飘姑娘，家里还有什么人呢？我，魏楚，天这么冷，我给你披件衣服吧。我去给他拿件衣服。奶奶，您这是要调查户口啊？他只是普通家庭的孩子。那么好的女孩，为什么不早点介绍给奶奶认识啊？奶奶又不是那种老顽固。他只是照顾而已。好了，我不再问了。你腿现在怎么样？好点没有？您放心，没有外面传言的那么严重。希望一段时间就好起来的。你老实跟我说，是不是八旗门又出来活动了？奶奶多虑了，这些小事不必您操心。奶奶也是一片苦心，如果真的出了什么意外，你叫奶奶如何是好啊？若是八旗门真的冲出江湖，我也要准备好做些调派反击的准备嘛。不用那么兴师动众了，又要搞得一门上下人心惶惶。奶奶放心，这些事情我会处理好。你呀，脾气总是那么倔。好了，我劝不动你，就信你好了。你要好好休息，啊。要当心自己的身体哦。放心。给你披上。谢谢。奶奶，我不喝了。我还有点事要办，就不打扰了。你腿不方便就不用送了，好生休养。奶奶慢走。奶奶，我送你吧。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轻舟已过万重山。妙，绝妙好画。谁？我在赏画的时候最讨厌人家打我，我没文化。话说什么风把你吹来？太极宗师，有失远迎，请上座。行了行了，不要来这一套。我今天来就是想问你，你到底是？怎么照顾魏楚的？为什么我的孙儿好好的，就让人偷袭，伤得这么重？抱歉，但是对于这件事情，他被打伤这事儿，我的内心啊也是翻江倒海，夜不能寐啊。他是我们学校最优秀的，所以说啊，我一定要找出真凶。行了行了，我不爱听官腔，有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我。是，有消息一定通知你。这个魏楚啊，吉人天下。凤飘飘在照顾他，所以说他很快就能够痊愈了。连你都知道凤飘飘在照顾魏楚吗？当然啦，整个上香书院都知道啊。你不知道？容许我是感情的局外人，让你了解多一点。凤飘飘，
允文允武，她的长相啊比林志玲漂亮，那气质啊可以媲美这个新生代的演员叫孙千的，身材只有玛丽莲梦露能够一直看了、啊。而且我告诉你哦，她出身书画世家，哎，是你的菜，你一定会很喜欢她的。当你的孙媳妇，别忘了请我喝杯酒啊！你刚说书画世家，对啊，那你说说她是个怎样的人啊？当然了，不能光说优点嘛，缺点也要说一说。人没有十全十美的，他唯一的缺点就是入学的时候他就要先报名啊，先缴纳自己的一幅画，但是他误缴了他们家的画，然后我把那幅画打开来一看，哇，惊为天人哎！我跟你讲，他那个比例啊不输你。真的那么厉害吗？当然很厉害啊，那我们这些教授怎么会为那幅画抢成一团呢、啊、所以就忽略了没有验证飘飘这画到底是不是他画的？那这样说起来，好像凤飘飘有作弊的嫌疑。既然你知道他是作弊，为什么还留他在学校里继续学习呢？可是他现在的作品不得了哎，跟他当初拿来的画画的一模一样，并驾齐驱哎。我是觉得他是有这个天赋了，我不忍心，所以我就把这个秘密放在我内心深处的保险箱里面，啪锁起来。爱才之心。你不相信他画得很好，他那可是在众目睽睽每个人监督下画的画哎！你不相信我拿给你看。哎哎哎，那幅我不想看，我倒想看看他误交的那幅。那幅作品为什么就惊为天人了？那是我的。放心，我不会跟你抢画的。给你看。爸爸来了，我每天都抱着他睡觉哎。哎，请。我可是精心将这幅画的破洞修复了。怎么了？画得不错。啊，孔小友啊，我刚想起来还有事要办，我不跟你聊了，我先回去了啊。啊，您请慢走。这么好的画只看两眼，没文化。太极兵法，如逆水行舟，先识丹田气，次要顶头悬。对，就是这样，以阴打阳，以静带动，既急躁，既冒进。林欢，你搞什么？随便练练就好了呀。你真的以为你认真训练了，他们就能教你正宗太极了？我进太极系是因为我喜欢太极，我相信白师兄和魏师兄。现在是太极系最需要我们的时候，只有守护住太极系，我们才有希望。没错，守住太极系才有希望。飘飘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有点担心你们，过来看看。你们继续练，不用管我。那我们继续吧。刚刚我不是说过，戒急躁，戒冒进。太极的精髓在于，修于内，行于外，以柔克刚。可是你说海洋师兄教他们正统的太极，这不是太坏规矩了吗？海洋教他们都是基础，不触及底线，你不用担心。况且我们不都是希望让太极国术发扬光大？我倒是觉得海洋和魏楚的想法挺好的。嗯，不说了，你还是继续陪我练。唉，我们也得让他们看看，就算我们是正统太极传人，我们也是照样好好练的。对，嗨，
想问一下，海洋师兄他回来了吗？海洋师兄他刚又出去了，他可能一会儿再回来吧。哦，那我就坐在这儿等他吧，你们忙你们的。嗯，行。他怎么今天表情这么难看？是不是有什么心事？哎，人家女孩子，你别问了。小小，你这么魂不守舍的，怎么了吗？啊，没有没有。就可能昨天没睡好。嗯，行。那个，我想问，你们知道他有女朋友吗？海洋师兄，怎么突然问这个？喂，你知道吗？据我所知，好像是没有。没有。哎，你是替谁问的？啊，我是替谁问？湖泊学院的吧？啊，上香学院的。上香学院的。小小，啊，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喜欢海洋师兄啊？啊，是你啊！破案了，海洋是我哥们儿，有没有帮忙？我们是好哥们儿，我们最了解他。我就先走了。行行行行，好，你慢着点，你们忙什么？没有，慢着点啊！你看，这就叫情窦初开的小姑娘。哦，你又知道了？对啊。那我问你，你什么时候情窦初开啊？哎，没有这个环节了，打懂事就认识你了。这个回答完美。你怎么来了？我去太极去找你，没人，是训练太累了吧？我喜欢休息的时候看书。那我们一块玩个游戏。什么游戏啊？塔罗牌。你还信这个东西啊？休闲娱乐嘛。我给你算一下，比如算算我们的关系。算这个干嘛？哎呀，我知道你就是肯定想算什么太极系比武会不会赢啊，什么高级的问题，但是那种太难了，我不会，我就只会这种。对了，学长，我怎么从来都没有听你聊你的家里啊什么的，我特别好奇。家里的事就不必说了。好了，来吧，选三张。这个，这个，这个，等一下，可以看得出什么？让我研究研究，我看不懂，查查一下。是，我们只是普通朋友关系。这有什么不好的？
挺好的。吃个水果吧。我还不饿。那我去给你倒杯水。我也不渴，我看会儿书，你去忙你的吧。我一定会治好你的。你干嘛？你问那么多干嘛？别乱碰。你把我当什么人了？我这是在熟悉你的穴位，还要确认按压的时间。你要治就好好治。甲日虚实，胆窍阴；丙子时中，前骨行；戊寅现骨，阳明余。返本秋虚，木在寅。喂，爷爷，我想问一下，上次那个小表弟他腿受伤了，你给他开什么药？啊，你说，好，我记下。等一下，当归续断。什么什么？哦，金红花草，怎么这么多啊？嗯，的乌鸡汤。啊，我在听。嗯，还好之前和爷爷就学过中药医理和药材研磨。哎，魏楚，我给你磨药呢，这可是我的秘制配方，很强的。嗯，这个是外用的吗？啊，笨蛋，这是口服的。我跟你说，我爷爷说这个特别好用。
己亥皮合阴陵泉，辛丑戌则包洛淳。你能听见我的声音吗？只想对你说出心里话，所有不安，所有喧哗，都在你面前表达。子午节时安定学，流传后学莫忘言。也许是习惯了孤独吧，所有牵绊，挣扎，让我化作一阵风去拥抱，渴望你停住在我的身旁，和我一样身在远方，即使孤单也要发光，就算失去翅膀，也要努力忘掉所有悲伤，学会坚强，心不再流浪。丁丑时合少海心，己卯坚实包洛枳。化作一阵风去拥抱，渴望你。感觉好像好一点了。陈医生和爷爷的指导的方法果然有效。即使孤单也要发光，就算失去了翅膀，也要努力忘掉所有悲伤，学会坚强，心不再流浪。你的腿一定会好起来的。敲门，我去看一下。干！好难憋住这个笑啊！我现在夸张，身上不连，我没办法对眼。翻开他的刘海，没有翻开他的眉毛。